受一下民俗文化。那再次呢，代表淡水平安师呢，欢迎来自我们。祖师呢，那源发于我们大陆泉州哦。那我们清水祖师呢，他原本是一位高僧哦，以前为就是高僧哦。然后呢，在呢整个我们得道之后呢，在整个清水岩的地方，其实他原本修清水岩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呢邀请到我们的请师团。哇，那我们总共有六只的狮子来祈福啊。代表六只狮子，代表六六顺心，六六大吉，六六大利哦。来自我们明社馆短明社馆的龙狮团，这就是我们的广东狮哦，刚刚大家所看的。不一样哦，黄狮呢，他们的外形部分呢比较活泼，也比较花俏哦，跟台湾狮不太一样。
欢迎民社馆我们的战团。谢谢，我们再次用